大家好，今天早上又来钓鱼了，还是在这条小河钓。昨天在这里子线都拉断了，碰到大货，看看今天还能不能钓到。然后我今天用4米5鱼竿，一会儿开点饵料就开钓，看看这环境。整个这一条河就我一个人钓。准备用这几块饵料开饵，罗非饵料，鲤鱼的，枣罗鲤，南极叉五，开饵过程就不拍了。这还有蚯蚓，什么鱼？罗非吧。中，鲫鱼。黑漂了。兄弟们，看这条罗非漂亮吧？哎，这条罗非太漂亮了，看看，太漂亮了。哎呀，又是鲫鱼。这个还挺猛的，小鲤鱼，什么？我去，两条啊！一大一小啊，这罗非不小。哎呀我去！啊，这罗非，这可以吧？这个罗非颜色很漂亮，有点发黄。飞，我去，这条鱼可大了，什么鱼？罗非，罗非，大罗非。来了，鲫鱼，这又顶漂，哎，这个挺大呀、啊！罗非，罗非，哎，漂亮！
这大罗非。终于。我去，这过山脊啊，过山脊还有这么大的吗？看这过山脊，这可不小啊。准备收竿不钓了，下雨了。刚开始用4米5竿，一直都没口啊，就钓上来一条鱼。后来我就改成3米6，三米六还可以，钓了不少。然后个体吧，它不是特别大。后来我又换成了4米5。不过今天的鱼货还是非常给力的，咱们看一下啊。看看，哇，这些鱼咱就放了吧，然后明天还继续钓。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